别动！别动！所有的人都给我出来！ 你们想干什么？特高课的人涉嫌对帝国军官扣押及审问，本人奉真田吉一郎将军的命令，对霞飞路517号进行搜查。搜！慢着！情报四课藤原忠四大尉，他招了。 你觉得藤原像内奸吗？像与不像无所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被甄别出来，下场都是一样的。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难道你们宪兵队想妨碍调查吗？我明白了，对不起。 打扰了，在我们的身边，随时都会有敌人。守队，嗨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 认罪书之外，还交代了什么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，只有关于围捕余秋霞这一件事情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继续审讯下去，应该会有发现。啊，对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只剩冈崎大尉还没有过审。嗯，明天就是余秋霞从提篮桥监狱出来的日子，和田成业在闸北华界宝山路上的约定，我需要人手。 我们的动静已经足够大了，真田吉一郎已经盯上了我，我不能让他再抓住我的把柄。那您的意思是，明天一早直接带尾井和长谷川去提篮桥监狱，藤原暂时由你看管，看情况进行审问。冈崎就在司令部里面受24小时监视，我要用余秋霞抓到田成彦，让他亲自指认这个军统内奸。 是不是藤原？嘿，估计天亮，暂时安全。霞飞路那边我还要再去吗？好的，知道了，我们会按时收包裹。 霞飞路那边还得去，不过现在提篮桥那边有了动静，监狱周围都已经戒严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跟秋霞同志有关。你先去提篮桥看看，是不是跟天亮也有关系？好，我这就去。 尸体找到了，在哪儿？我已经带回来了。
刚起大尉，一会儿会有车接你回司令部。嘿，你们俩直接跟我去提篮桥监狱。这是大佐的命令。木村正佐，我们来提玉秋霞，请您稍等。喂，警局。中佐，去办一下交接手续。是。